看讲的，哎呦，烦人！一个睡不着，影响到相声，我倒没有想到。其实睡不着睡得着，我跟各位讲啊，我们居然是一个责任的概念。我58年开始，我讲的，我进军校以后没有睡好觉过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一责任吧，你要巡查，你要卫兵，对不对？这不就你怎么样叫我睡好觉？但我没有因此而抱怨，这就是一个责任的概念。我甚至于我还跟同仁打什么比喻啊？我想各位，你只要在这个主要位置上的话，你脑袋上就跟孙悟空一样一个箍，你做不好头会痛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抱这个概念了，有责任啊扛在那边。